是吗？走走，嘿，小子，正愁找不到你呢，今儿正好碰着你，算你倒霉。就是你啊，昨天让我大哥这么不爽。我不去找你们，是你们运气好，你们还来找我了。哟，还嘴硬是吧？走，练练去。我警告你们不要动手了，不然我就还手了。看看你怎么回事！报警！我现在就报。我跟你说一边去啊！住手！住手！干什么呀？你干嘛呀？这有点多啊。行，今儿算你们狠。这事儿咱没完，你给我等着！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吧？东山，东山屁股怎么受伤了？哎，小晴。 东山呢？在里边，你又来找吃的了。我没有，我顺便看一眼东山去。为什么他这个样子在里面？哪儿的？真的，在这儿呢。哎呦，我，莲子，哎，不好意思，他是在等我们主任亲自治疗。 奇怪，我怎么觉得现在好像全公司的人都知道了一样，不应该啊！就是不应该啊！我明明已经告诉他们不要再谈论这个事情了，我都记得我已经群发给他们了，但是，我什么群发？我也是为你好，东山教练。你。 你生气了，哎呦，你知道我这个人吧，总是好心办错事儿，我也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是……算了，原谅你，暂时原谅你。哎，谢谢你啊，东山。那个巧克力，后天滑雪比赛。 啊，那你的伤能行吗？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放心吧，这个机会我等了好久了，我当然要去了。那王后怎么还没来？她一向都是要比赛了才出现，一会儿比赛开始了，让咱们的滑手。 盯好那小子，放心吧，老大，早就安排好了。给我看这个，大家各就各位，第一组准备，出发。 谁？王后出现。
厉害啊，这种弯道都敢加速，果然是高手。明明受伤了，怎么恢复得这么快，而且好像一点影响都没有。单爷说什么呢？好好看你的比赛，不该问的别问。王后呢？我问你，王后呢？不知道啊，山爷。找去啊！啊，是。山爷，这就是你所谓的高手，来把我打得满地找牙吗？就赢个比赛，还让人揍一顿，也就你觉得这件事儿挺骄傲的。张秘书。上次那个很厉害的教练来上班了没有？今天已经来上班了。这个人的滑雪技术啊，比一般的教练高出一个档次都不止啊！你告诉甄经理，对这个教练好生对待，不要太苛刻，因为好的人才不容易找到。好的，我明白您的意思，我去告诉甄经理。好，还有再通知甄经理。嗯。过两天去北湖谈联盟活动的时候啊，把这个教练给我带上。咱们的滑雪场虽然没他们大，但是我们的 Whisky 是新的滑雪场，教练水平也不输于他们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那我先出去了。你知道最近咱们松镇上开了一个 Whisky 滑雪场吗？知道啊，听说生意还挺好的。那他老板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？张怀山，两年前来做这个滑雪场，一家人都来了，挺低调的，很少出现。你打听他们干什么？一家人？对啊，我之前有个服务员在餐厅干过，说他曾经见过张怀山还有他老婆儿子一起吃饭。他都有老婆孩子了。不是，他有老婆孩子，你怎么那么关心啊？有仇啊？哟，不认识。细雪来了，东山，哎，你要真有什么问题，找他给你算算，真挺准的。
行。上次谢谢你啊，没想到你这么柔弱，身手却这么好。不过你跟我一个朋友好像，你真的不是小晴吗？你认错人了，我不认识你说的小晴。如果不算牌的话，就请你让出这个位置。我听峰哥说你算牌很厉害，那这样，我不告诉你我要算什么，你猜。开牌。什么生一死死一生啊，这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你已经算完了，下一位。爸妈。哎，红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来晚了，刚才医务室有点事。没事儿。没关系，正好我跟你爸可以享受一下二人世界。哎，红啊，后天我去北湖那个滑雪场，你跟我一块儿去吧。爸，我去没什么用吧？怎么没用啊？滑雪场迟早要你接管的，你去看一下别人的管理模式，对你有帮助。没错，我跟你妈就这意思。但我不早就跟你们说过吗？我只想当个医生，我对管理公司没兴趣啊。那家里的事业迟早你也要接管的，要不然你就找个女朋友帮助你，就像妈这样。瞧您说的，把我爸都说成一个赚钱的工具了。红光，妈想知道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啊，要不然妈帮你介绍那个吴叔叔家的女儿。吴叔叔家女儿长得特难看。老公，早点回家。
走。儿子，对不起。车窗那么暗，什么都看不清。哼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这叫大老板的隐私。可不是每个老板都要配黑车窗的。哎呀，行了，别羡慕了。我觉得咱这车也挺好的，至少它大，是不是？走。生意还不错，哎，都还差不多吧，哎，可以随便看看。徐经理辛苦了，还来这儿接我们。哎呀，都是老朋友了，谢什么呀？这海报啊，这海报啊，是我们这里的教练啊，以前是国家队的，这不是看你们要来交流，所以就拍了几张照片，让你们看看我们的雪场教练有多专业。重点是啊，如果你们教练有什么需要技术指导的，我们绝对不会藏着掖着的。老许啊，你想的真是太周到了。哎呀，都是应该的。那行，哎，那咱们回见啊。好好好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再见。好，回见。哎，回见啊。樊东升，过来。怎么了？这海报上的动作，你能做到吗？能啊，挺简单的。嗯。哎，小青。啊。来来来来来。哎、那个，给你俩派个任务、啊，一会儿你把行李放完之后，就赶紧到这片滑雪场的高级雪道，嗯，去做几个比这海报上更酷炫的动作，要多炫就有多炫，知道吗？嗯。但是张经理，我恐高。你恐高啊？我又没让你滑，嗯，是让韩教练滑，你去负责拍照啊。好嘞，哎哎哎，先回去吧。董事长，哎，怎么样？大家的房间都安排好了吗？是的，现在是旺季，不过北湖还是很有诚意的，给咱们安排了几间观景套房。对了，跟咱们一块儿来的那个教练叫韩。韩东山。对。韩东山是咱们化学厂一个非常重要的好人才，好好照顾他。好的，我明白了。该认他吗？但认了，就得连带把过去那些错事都交代出来。这里可以拍吗？这边是野雪道，还是封闭的？我告诉你啊。因为这个雪道是封闭的，人少，拍出来才好看。韩东山啊，刚才郑经理在的时候，我没好意思问你，你的那个伤好全了吗？可以这样一遍遍滑吗？你放心吧，早就没关系了。反正我可告诉你，你要有任何不舒服之类的，你跟我比手势，咱就不拍了，知道吗？啊，我知道，知道。到时候郑经理如果责怪下来，你就说，我就说是我的问题啊。行了，行了，走了。你给我比个手势就行了啊。行行行，啊，知道了。
前，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生命全部理由。风流人散，为你百苦十难。雪飘散，人落单，你便痴心，命中注定，为你善意。张总，今天真的很开心啊！欢迎各位 Whisky 的同仁莅临。啊，对了，今天下午的小地震，大家都没事吧？啊，你那边没事吧？我这儿都不到三级，肯定没事。张总，那待会儿等你们人齐了，咱们就开桌啊。哎，小郑，东山他们怎么还没到？报告董事长，那个下午的时候，我让韩教练他们去拍点环境照片，有可能他们就上了山顶的高级雪道了。山顶？那个雪道不是因为雪况不稳已经被封闭了吗？而且今天下午地震，那边又塌了一块。塌了一块？小赵，赶紧打电话。
小青，我们是不是被救了？还没有，你刚晕倒了，我们现在还在山上。我晕倒了。我晕了很久吗？也就一会儿吧，不过刚刚你整个人都被埋在雪里了。所以是你救的我？不是我吓你，现在有更恐怖的事儿。我们的手机没信号，没办法求救。都怪我，我当时就应该坚持，不让你在这个雪道拍的。都怪我自己太过于自信了。我也有责任。你现在可以动吗？可以。啊，那我们那边有木柴，我们想办法生火吧。我们就在这儿靠着，身体就暖和了。怎么样，人找到了没有？没有，搜救队还没有出动。为什么没出动？是钱不够吗？这不是钱的问题。那什么问题？是之前那个雪道就已经不稳定了，再加上今天的轻微地震。现在啊，从远处看就已经看到雪崩的现象，而且现在天色已晚，这个能见度并不是很高。我不是让你去找专业的搜救人士吗？这已经是专业的搜救人士了。那就去找更专业的来。这个废弃的护林员小屋，是啊，要不然的话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没事的，反正就一个晚上，一个晚上很快就过去了。给啊，这是黑雪巧克力。只有一块了吗？那要不咱俩一起吃吧。不用了，你吃吧，我不饿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东山，东山，东山，怎么这么烫啊？你什么时候发的烧啊？刚才还好好的。哎呀，怎么办？我听人家说荒郊野外，荒郊野外这样睡着会失温的。哎呀，我得想想办法。
再加上你现在伤口感染，免疫力下降，死亡的几率会更高。哦，我知道了。把裤子脱了。啊？为什么呀？帮你检查伤口啊，不然你以为我想干嘛？不是，我这是小伤口，不用了吧？你刚刚发烧都快昏迷了，如果伤口不及时做处理的话，很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。我觉得我可以撑到天亮，到时候等救援的人来了，让他们去处理就行了。你怎么变得跟之前不太一样了？你是不是也发烧了？把水喝了。小经理怎么了？喂！哎，能不能让他们多派两架？有多少派多少，全去搜救好不好？董事长，那个一架直升飞机加上机组救难人员还有那个医生，一个小时就得花60万多块钱。所以呢，员工的命不值钱是不是？小郑，不是董事长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对不起对不起。如果今天公司搜救的是你，你希不希望省这笔钱？董事长，我错了，对不起对不起。小郑，对不起。赶紧打电话啊，让他们派出所有的直升机搜救，我亲自去。喂，钱经理，什么情况？喂。喂，钱经理，我在山上已经发现人了，现在已经往回走了。张总，您放心吧。太好了，我们马上就回来了。太好了，好，好，好，辛苦啊。怎么样？我今天是不是有点失态？没有，挺正常的。好，没事了。啊，人找到了。找到了。现在情况很稳定，你放心吧，我们会注意观察的。如果有什么新的情况，我们会和你联系的，放心吧。哦，对了，要不要帮你叫车呀？不用了，谢谢你。记得吃药啊。再见。